常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日常，但4号凌晨有网友发现杨丞琳的账号变成一片空白，原本的579则贴文一则不慎，让不少粉丝吓一跳，深夜时间纷纷猜测原因，甚至怀疑偶像的账号是遭黑客入侵。但也有网友推测是为了即将在本月推出的新专辑宣传做暖身，先前妹姐张惠妹也曾用这种方式来吓大家。不过杨丞琳仅有一个官方账号遭清空，因此粉丝还是相当关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还有人直呼这样怎么回味美照，而目前都还未得到任何回应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